猫瘟怎么治？白翔，职业兽医师，犬猫外科疾病专科医生。猫瘟病毒属于细小病毒科，是猫科动物中一大烈性传染病，但该病目前没有特效药，所以还是有一定的死亡率。目前最有效的防治方法是接种疫苗。治疗猫瘟的抗病毒药物有干扰素、猫瘟抑制蛋白、猫瘟单抗等。对症止吐止泻药物有马洛匹坦、雷云替丁、奥美拉唑、鞣酸蛋白、蒙脱石散、活性炭等。止血药物有蜂皇乙胺、维生素 K 等。能量补充药物有辅酶 I、ATP、维生素 C、维生素 B1、维生素 B6、肌酐等。消炎药物有头孢曲松、头孢赛夫、甲硝唑等。补充电解质的药物有10%的氯化钾、葡萄糖酸钙、50%的葡萄糖等。另外，补液可以用生理盐水、5%的葡萄糖、乳酸林格钠等纠正脱水和电解质。